OK， 来，在这边呢，他说 one fifth of the sum of the two angles 是36度。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要让你的那个 larger angle 等于 x 度，然后你的 smaller angle 等于 y 度。为什么我要讲 larger 跟 smaller 呢？因为它现在有 difference， 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直接 first angle second angle 这样。So 它 sum of the two angle is 36的时候，我的 sum of the two angle 是 x 加 y。然后他说 one fifth 是五分之一 ，OK， 所以五分之一 of x 加 y 会是等于36度，所以我的 x 加 y 会是等于36乘5 6530，然后180，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一个 equation。然后 half the difference 就是说我的difference 呢 ，difference 就是相差，相差的话我拿大减小 ，OK， 所以是 x 减 y。OK, half of the difference 是40度，所以我的 x 减 y 会是等于40乘2 80，这个是 equation 2。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的 x 的部分也一样， y 的部分也一样，但是因为 y 的部分它的那个符号是不一样的，一加一减了，我就直接加减消减法，一加二，所以我就有 2x y 加减 y 没有了，等于260度，所以我的 x 会是等于130，然后我 sub 我的 x 等于130 into 我的 equation 1的时候，我就130加 y 等于180，所以我的 y 等于180减130等于50。 OK，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它的那个什么 larger angle 是130度，然后还有那个 smaller angle 是50度。